主料：玉米200克，火腿肠180克，青椒3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鸡精、小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火腿肠切丁，大蒜切碎，青椒切丁，小葱切成葱花。我用的玉米是事先蒸了15分钟的。包成玉米粒，热锅爆油，油热后放入大蒜末爆香，放入玉米粒，加入火腿丁，接着放入青椒丁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，翻炒均匀，撒上葱花，起锅装盘。烹饪技巧都是很容易熟的食材，所以大火快炒，1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